在上帝，敢是去遐阮的过去，请你唔通乌白怀疑。既然你决定要离开，了爱不变你自己，你送我一条手机呐，我永远扎在心边。我能找你也是难，请你唔通放袂记。为安怎你要离开，请你唔通搁再伤悲。是难，请你唔通放袂记。跟你唱歌很有不一样的味道啊！不过也是，哎，这首歌我是第一次跟你合唱嘛。对啊，没拜呢。嘿呀，这条歌哈是那个陈百潭呐。哦，一首戏。哎，陈百潭，我较早哩要华人唱片公司的时阵哈。这条歌嘛真难，其实你家己写的歌嘛应该是袂少哈，应该嘛真侪，嘛拢足红的呀。哪里？啊，不过你嘛唱真侪别人为你写的歌。哎呦，像这一首是陈百潭，还有我们蔡振南老师也写给。那个燕青老师也是大师呢，还有呢，哈，祖凡不及被宰了，就是唱的很多。但是有一首也是在华人唱片公司啊，当时我们华人唱片公司人才济济，洪荣宏也是在那里面，陈一郎也是在里面，陈一杰在里面啊，所以呢，那个我们那个像这么多老师帮你写的歌，你嘛去过看你阿姐，把人帮你写的歌，啊，你干嘛像下的歌，你想改？我在讲，就是在华伦唱片公司的时候，那个黄瑞峰黄老师啊，我们的台湾第一鼓王啊，哦，黄老师啊，那当时啊吼，替我写一条歌，哦，哎，叫《老兄罗》，老兄罗，哎，那个我就这首歌啊，因为那个老师他写这首歌给我的时候，我吓了一跳。为什么他会写这个歌给你唱？因为哦，他是觉得他有打电话给我讲说，他这首歌真的就是为我量身定造。哇哦！哎，让我当时接到这个作品的时候，我好高兴啊，很窝心，很感动。因为黄老师哦，他也有帮那个洪荣宏写了一首歌《半仙头》。那啊，一点我知，我有听过。当当当当，就得背了呀。那是很山，有那个。很特别的那个韵味哈，跟一般你听到的那个一般的市面的歌曲不太一样。所以你就是老下楼嘛，是就得背了哦。他就是他，而且他那个乐器编曲啊，哦，真的是相得益彰，很特别 ，special。哇，你听你安尼介绍哦，就迫不及待赶紧来欣赏这首歌《老下楼》。谢谢。